再度出现在桃园机场，金秀贤魅力发威，但欧巴一下飞机就走 VIP 通道，让200名接机的粉丝扑了空。而独角兽这回二度铺台，是为了替代言的咖啡店来站台。我是金秀贤。 这次的白色情人节见面会活动门票只抽不卖，为了能一睹偶像的风采，金太太们到店里消费就能抽奖，带动台湾12家门市业绩飙升到140%。 抽奖活动从年初开始，总共有10,700多人参加抽奖，却只有720名的幸运儿能参加见面会。抽奖几率只有4%。见面会内容包括金秀贤畅谈生活琐事，并抽出幸运粉丝送上白色情人节礼物。活动预计1个小时，即便门票喊到近万元，但不少的粉丝为了见偶像一面，仍愿意上网竞标掏钱买单。 星星效应从2013年红到至今，就连金秀贤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全亚洲活动商演接到手软，连原本预计4月开拍的星系制作人也将延期到5月。想要看秀贤欧巴在韩剧里头大展帅气魅力，还要再等一等。记者陈子枫，我们台北采访报道。